中韩呀、已经建交32年了。建交以来呢，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迅速推进，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呢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利益。中韩两国呀是搬不走的邻居，分不开的伙伴，双方有大量的公民在对方国家工作生活。我们衷心的期待韩方同我们一道啊，坚守秉持睦邻友好、互尊互信的建交初心，把握呢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时代大势，努力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一年又一年呀，我们各位同胞们在外奋斗打拼很不容易，大家呢都十分辛苦。在龙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代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向祖国人民以及各位在韩中国同胞致以最大的诚挚的节日祝福，祝大家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年大吉。